迎回到心跳动学堂的始状课 Stronger 系列。我们今天要训练的主题是下肢的稳定性。对，因为上次我们练完双脚稳定之后，我们今天要进行到比较强度比较高的单脚的训练。因为单脚的训练会比较像是我们要平常要行走的时候要做的过程中。对，那这样子是等于如果我双脚深蹲拿哑铃，我也是在加强我的脚的力量，是一样的吗？对，我觉得你讲的也没错，但是因为我们毕竟要走路，所以会有很多单边的，所以我们单边的稳定性就来得很重要。不管今天跑步啊、游泳、打篮球，然后爬山，这些都是。因为如果你今天单脚稳定性没有训练好的话，我的膝盖会出现这种晃动，对你的膝盖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等于说我其实单边我上身或是我的核心其实要出力的更比双边比起来是更多。对，因为它就需要对抗稳定性，如果你单边的稳定性不好，我就会垂下来，我就没办法好好的走路这样。对，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吧。好，那依林，等一下我们第一个动作，那请你帮我先坐下来。好。对，然后等一下我的左脚啊要稍微帮往前站一点点，然后等一下右脚稍微往后退一点点。让你的脚后跟离齐，然后等一下注意我的左脚要发力之后，让我的脚跟用力蹬地板之后帮我站起来，然后手帮我悬空 ，OK， 帮我站起来，然后等一下站起来之后帮我站直就好，然后帮我起坐，对，然后等一下坐下来之后上半身前倾范围小一点，就尽量支持天体往下走，对 ，OK， 好，好，好，在等一下站起来之后记得膝盖要伸直哦，然后我们等一下这个一样会做30秒，然后我会做3组，记得要帮我捏。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它跟我们走路姿势有点像，所以就像每一步每一步要走路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训练我们走路的姿势这样子。对。好，做得很好之后，我们加个强度，然后你右脚帮我踩在地板上。好。然后等下左脚悬空。然后等下就靠你的单脚力量帮我站起来哦。好。感觉有点难哎。不会，你一定可以的。踩一下，对，会，好，然后站起来。所以站起来如果会不稳，那左脚稍微点一下地板。站稳之后，我需要单脚坐下来。对，然后速度很慢。好 ，OK， 好，再一次。很好，好，慢慢坐下来。这个动作好累哦。对，如果真的觉得这个动作没办法，我们就退阶，退回跟刚刚一样。然后我们等我们练习好了之后，我们就需要再请进阶回来这边，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对你的单边的训练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对，好。那我们这个一样的话，如果你真的可以到进阶的话，我们一样要做3组，然后一样一组30秒这样子，然后记得要换边。那教练，我3组的中间要休息，对不对？对，我觉得中间大概可以休息15秒，等你的心跳稍微慢一点之后，就可以再准备下来，准备换边或者做下一次。对，不用到完全休息，这样子对你的肌肉刺激其实效果会来的比较少一点。对，好。好，那等一下我们下一个动作，我们要做弓箭步，可以吗？然后等一下帮我面向这边，好，然后等一下我需要你的左脚帮我后退，好，这是第一，然后后脚膝盖帮我靠近地板，对，然后挺胸，然后站回来，所以我的后脚帮我站回来脚边，好，站起来，对，好，这是第一，请站稳哦，好不稳哦，对，然后等一下你的手要帮我扶着大腿，所以核心需要对抗稳定性，好，往上回来，我肚子用力就比较会比较站得稳，对，好。然后记得前脚跟后脚要踩稳啊，不然会自己摇晃晃，你会不好做。可是，你说我跨的步距要大还是小啊？我觉得，因为如果比较高的人的话，步距会跨比较大步一点点，比较小的女生可能会跨比较小一点点。但主要一个重点就是我后脚膝盖往靠近地板，我的前脚的膝盖就不会超过我的脚尖的。对，然后因为我们这样来回做，所以我们只要做30秒，我们做3组的。好。好，然后等一下我们下一个需要变成往前的弓箭步。往前哦，对，所以你要把你的左脚一样帮我往前，但有个小重点，我往前的时候记得脚跟要先落地。脚跟，对，因为如果我很多学生在做的时候，脚尖先落地，他们脚跟不想落地，所以膝盖就会出现很大的压力，所以就会变很紧绷。所以大家往前的时候，脚跟先落地，然后我需要靠前脚用力蹬回来的概念。好，对，然后脚跟第一蹬回来，来，好，看脚，好，所以下去的时候一样帮我站稳。但我觉得往前比较稳哎。对，因为眼睛长在前面，所以我前面会有一个视差，所以我可以调整这个位置。
但因为当你再往后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调整，因为眼睛长前面。哦，对，是这样。所以如果我要练，是前后都要练。对，所以然后下一个强度就会变成前后都要做。哦，对，好，那大家要帮我稍微往前站一点点。哦，然后我们的左脚啊，先出现往后空间不多，嗯，然后再往前空间不多。哦，前后这样。连续做。对，往后先踩稳。往前往后。然后直接变成往前。右脚蹬回来，直接往后。哦，所以就出现很多稳定性的步骤。哦。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一样要做30秒，然后每样要做3次。所以一只脚，左右脚都要。对，左右脚都要练，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另外一脚要走路，对，所以我们两只脚都需要去进行训练。所以这是更进阶的动作。对，就会变得非常非常进阶，因为上半身就出现晃动，前后都会做，所以你的大腿前侧跟臀部会非常非常用力。哦，哦，有左脚还蛮酸的哎。嗯，好。好。那教练，下一堂课我们要练什么？下一堂课的话，我们要训练我们的上肢，包含你的手啊、胸啊、跟背、上半身的整个肌群这样子。好，那记得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寻宝网哦。我们的脸书跟 YouTube 频道都可以订阅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